有光荣参军粮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宝宝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正在录制的这首神曲的名字叫《李大爷要当红军》。李大爷要当红军，红军不要那大爷，因为李大爷那屁股大呀，容易被鬼子发现目标。李大爷找到了团长，团长也是个大爷，因为大爷同情大爷呀，李大爷就光荣参军了。李大爷去执行任务，来到了半山腰，因为李大爷那屁股大呀，被鬼子发现了目标。李大爷抬钩子就跑，鬼子上来就是两次刀。为了革命，为了党呀，李大爷就光荣牺牲了。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关注。